庆，今天能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旗帜戴在珠穆朗玛峰顶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由所有国家共同管理，旨在促进教育、科学及文化交流和信息方面的国际合作，以利于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，维护世界和平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致力于消除贫困，促进可持续发展，加速推进跨文化交流，并帮助打造知识型社会。我在世界之巅想说的是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能够致力于帮助所有国家追求这些高尚的目标。2013年5月17号上午12点，海拔88.44米毫米高。